第三题，甲示例的大小，乙示例点，丙示例的方向，丁利弊。上述哪些选项会影响物体转动的效果？东西要转动是要受到力矩，力矩是力臂乘以力，所以力的大小会影响，力臂当然也会影响。同时，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我们的力臂跟力要互相的垂直，与它的方向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要垂直会最大，如果平行就没有受到我们的力矩的效果，那么施力点会影响到我们力臂的大小，所以乙会也会影响，所以我们发现甲、乙、丙、丁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力矩大小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，上述哪些选项会影响物体转动的效果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、甲、乙、丙、丁都会。